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ny Wong。今天我从阿拉米边前往 Clinic Kesihatan Bukit Naga， 为我爸爸预约一个医疗检查的时间。Clinic Kesihatan Bukit Naga 是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一家政府卫生诊所，它为周边社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包括产前检查、儿童健康检查、疫苗接种、常规医疗咨询、慢性病管理等。这类 Clinic Kesihatan 是马来西亚政府设立的初级保健设施，通常收费较低，旨在为民众提供可负担的医疗服务。现在我们身处在阿拉姆因变，阿拉姆因变是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沙阿南沙阿拉姆的一处住宅开发区。这个社区以其艺术主题而闻名，旨在为居民提供一种富有创意和文化氛围的生活环境。开发区内的公共设备包括公园、步道、湖泊以及艺术装置，许多公共区域都展现着各种雕塑和艺术作品。在我左手旁呢，就是这个 Imbian Prisma 阿拉姆 Imbian 的商业中心。在右手边呢，正在如火如荼增建更多的商店，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好了，现在我们抵达了第一个交通圈。这个交通圈呢，种满了许多花草树木。在我们的右手呢，就是非常出名的 Lake Point Park。晚上这儿还有音乐喷泉的表演，而且是免费的。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交通圈，将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钢琴与大提琴的模型。阿拉姆因变是一个中高档住宅区，适合家庭居住。它靠近主要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便于通行到吉隆坡市中心和周边的地区，同时该区域也配备了基础设备和便利设备，如学校、商店和健康服务等。除了艺术主题和优雅的住宅区设计，阿拉姆因变还有以下几点特点：一、生活便利。该区域靠近主要的购物中心，如 Aeon、Giant和 NSK 等，提供了购物和生活所需的便利，还有一些当地的市场和小商店，满足日常需求。二、交通便利。阿拉姆因变通过几条主要高速公路，如 KSAS 和 LKSA， 与其他地区连接，方便通往吉隆坡、沙阿南市中心、八达岭再也等地。
对于通勤者来说，这里位置优越。三、社区设备。阿拉明便提供现代化的社区设备，如会所、儿童游乐场、运动场、公园和跑步道等，主要是促进居民的户外活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四、教育资源。周边有许多学校，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选择，适合所有儿童的家庭。此外，它还靠近一些私立和国际学校，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五、绿色环境。社区设计着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拥有许多绿色空间和湖泊，为居民提供了安静和放松的居住环境。来到第三个交通圈，我们将会看到红色音符的模型。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吧。我们需要多五分钟就能抵达 Klinik Kesehatan Bukit Naga。这里呢就是 AMJ Industry Park 工业园。 AMJ 工业园是一个以中小型工业活动为主的工业开发区，园区内有各种各类的工厂，包括连体和半独立式工厂单元。这些工厂适合中小型企业使用，主要用于生产和仓储活动。
再补充一下 ，Klinik Kesihatan Bukit Naga 与马来西亚大多数政府健康诊所是一样的，提供多种基础健康服务。常见的服务包括一门诊服务，治疗常见的健康问题，如发烧、感冒、咳嗽、胃痛等轻微疾病。二，母婴护理、孕妇检查，提供怀孕期间的检查和护理。儿童健康检查，包括婴儿和儿童的定期体检、疫苗接种等。三，疫苗接种，为婴儿、儿童和成人提供各种疫苗接种服务。四，家庭健康计划，包括计划生育咨询、避孕措施和相关健康教育。五，慢性疾病管理，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病的患者提供持续的监测和护理。六，基本实验室检测，如血糖、血压、尿液检查等。七，健康教育，提供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和教育，包括饮食、锻炼等。我们终于抵达了 Klinik Kesihatan Bukit Naga，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大家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记得你们的按赞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有动力继续办好下一期的视频，谢谢大家，再见。